好难选的。1亿有点少，如果是1亿英镑，爸爸养你一辈子。欢迎来到 NF 名人直接单元，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大来宾温生豪。Hello， 各位 MF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生豪。好，那我们今天要进行120秒超逼人快问快答。第一阶段会分为2选1的选择题跟第二阶段的开放式的问答题，同时呢，你还要完成手边这幅数独，否则待会就会有一个小惩罚在等着你哦。3、2、1，开始。我们与恶的距离还是俗女养成记？我们与恶的距离。刘昭国跟江显龙？刘昭国。谢安贞跟宋乔安？谢安贞。如果可以实现以下的一个愿望，希望立刻年轻10岁，还是中乐透获得1亿？我要年轻10岁。可以饰演剧中另一个角色，你想演王赦还是应思聪？我要演王赦。以下这两种男人要追你女儿：40岁的妈宝跟母胎单身40年的鲁蛇。妈宝跟鲁蛇，爸爸养你一辈子。害怕女生歇斯底里大小姐脾气，还是任性蛮横公主病？任性蛮横公主病。变胖30公斤跟地中海秃头，好难选。变胖，因为变胖还可以减肥，地中海型秃就不太容易解决。好，小丑跟钢铁人。钢铁人。复古手牌老爷车还是特斯拉跑车？复古手牌老爷车。你希望出一张个人专辑，还是演一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当然是票房破10亿喽。好，接下来是简答题，10年内最想完成的事。拍一部好戏吧。运动时你着重训练在哪一块？可能胸啊，还是手臂、啊？手。最近看到让你很想挑战的电影角色？同事。那如果女儿交了男朋友，你觉得你第一次见面会跟那个男生说什么？我会介绍很多叔叔、伯伯、大哥给他认识。如果你可以和某位男艺人交换身体，你会选谁 ？Daniel Craig。演过的角色之中，你觉得哪一个跟你本人最贴近？像刘昭国啊、江显荣、温瑞凡或是宋涛之类的，还是都没有？都没有。好，从模特起家转行演员，你觉得是优势还是劣势？是优势吧。好，时间到。那你可以让观众看一下你的速度有没有完成。是这样吗？夜深是，其实我早就醒了。可是你好像有点错哦，同一行里面不可以有两个疑。哦，是这样子哦。我们的小惩罚时间。哦，是这样，同一个啊，对。刚才在2选1的选择题的时候，你选择了《我们与恶的距离》。应该说他让我拿到金钟奖了，是因为我拿奖等于他们拿奖，比较不是属于个人奖项的开心，而是团体奖项，像是团体大家一起获奖那种感觉。1亿的奖金对你来说不算什么，1亿有点少。如果是1亿英镑或者欧元之类的，1亿很多了吧？1亿，我们很努力。可以努力的，可以努力到。我觉得金钱真的不能衡量一切事物，但是我觉得青春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两种男人要追女人，你都不选，你希望女儿给爸爸养？不，因为那两个人条件都太差，一个什么 loser，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妈宝，那不行，都不行，那不行。那如果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那我们可以再考虑，放心交给他。不是放心交给他，是可以考虑。你害怕秃头，所以你选了变胖30公斤。对，我觉得变胖还可以解决。秃头就基本上是没法解决，对，可能就要戴假发演戏的。对，所以我要尽量保护好自己头发。你希望可以演一部票房10亿的电影？当然啦，每个演员最终极的目标当然是希望拍到一个可以跟观众共鸣的好戏嘛。那你的金钟讲座放在哪里？还没有拿到。那你预计想放在哪里？放书房嘛，书房已经很多讲座了。你刚才速读没有解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小惩罚的环节。好。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好，哇，那太好。最近在准备拍一部新戏，大概12月初开拍，然后所以我就理了头发。这部戏是消防题材，然后同样是我们娱乐剧里的制作人。这部戏是台湾近年来投资算是最大的一部戏。我们在戏中可以看到平凡的英雄消防队员他们真实的生活跟他们面临的困境。这部戏剧就等待明年在金钟奖有所斩获。谢谢温生豪。谢谢。如果你女儿交了男朋友，第一次见面会介绍叔叔跟伯伯给她？对，我所谓叔叔伯伯是在江湖上吗？打拼的叔叔伯伯。
哦，就是给先给他一点，就是当然啦、啊，一定要让他知道娘家这边是哎屹立不摇的，不能乱七八糟的。